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在这里为你做现场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在这个圣诞节过后呢，开了一个一点高盘，一高叫做压力盘，震荡走低再拉抬。那么因为今天外资还在度假，今天晚上美股啊也是休息一天，那么等明天才。明天晚上才会开盘，那么这个行情啊，就变成说外资没有参与啊，今天成交量萎缩到900多亿，估计只有1000多亿哦，这量缩哈，这个也可以叫做凹动量，表示筹码相对的稳定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因为这一波以来电子股修正比较多，好，完全靠什么？靠传产股来做撑盘，可是今天只有靠生医，好，那么汽车跟玻璃，那么运输股跟钢铁股是前几天最热的，好，就是什么航海王啊、钢铁王，今天全部这个下坠哦。那这个个股就是轮涨啊，轮涨轮跌。那么我跟你讲，14400缓压大，这是礼拜四我跟你讲的嘛，回来才能买。好，那么在礼拜五有止跌盘整，那么生技股是挂帅，但是今天生技股很多股票。开高，开平拉高以后再走低，再走下来，它过热了，过热了。那么资金有一点又回到了这个电子股的味道又来了，所以这个行情在这边呢，你要轮就是等于轮做嘛，它是类股轮涨嘛，先股不显示，只要你选到好的标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那我们另外期货呢，今天再添一胜50点。那么每一次的期货，我们所凭借的就是事前的这个规划，有事前的规划，然后在盘中确实的执行，我每天一大早8点多，我就会把这一张叫做盘前稿，送到投资人的手上，你们只要进去索取都有，到只要你是我的会员，都有会看到这一张，那么。把这个美股的情况、外资的买卖超，还有 CDB 今天可能的发生的状况，那么我们来估计，今天应该是14190这边是一个低点，那么我规划是14200，啊，14200以下来采取多方策略，那这就很简单嘛。你今天不管你怎么做，你很简单嘛。今天我们来看期货。你今天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我想刚开始的就在这边鬼混嘛，最多到14190附近嘛，14190附近嘛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昨天晚上的，那现在在拉抬嘛，来修正逆价差，因为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逆价差达到81点嘛，今天会做修正逆价差，因为今天预估今天晚上的美股，对不起。明天晚上的美股是会涨，因为今天晚上休假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的这个期货的部分啊，这个小道琼是涨144点。好，那期货我们这位这个 AI 金头脑里面的神户其实是较多了，它是较多，在12114214做多嘛。那我带的会员就是根据我的规划，我一天每天给你这个规划啊。应该都是符合我所讲的，我会在14200以下来做多单嘛，那我就挂14200上下3点来做多单嘛，那成交嘛，这是8点54分就挂的嘛，8点54分在这边呢，在这边挂的，你不要去追它，下来就买得到嘛，下来这里就买到了嘛，有2次的机会买到嘛，那上去再把它出掉就好，你看到这个上去。那已经买到了嘛，那我就会通知我的会员，马上打破照这边，这个台子期14200多单已成交，获利50点再出场，获利50点，今天最高到50点就加50点嘛，14250嘛，最高到14254嘛，这个合理啊，为什么我会抓这个？就赚这一段就可以了，这个是事先经过核算。因为今天的成交量萎缩，本来今天有机会达到14300了，但是因为成交量萎缩的关系，
所以没有办法达到，原因在这边。那今天能够达到的工程还是在2330，它开低 走高嘛，开低走高赚两块钱嘛，好，本来是大概在平盘附近打混嘛，盘中跌一块钱嘛，这是这一次最大的今天最大的工程，就是台积电没有跌嘛，哦，那么台积电又回到所谓的巴菲特的买点了，又回到巴菲特的买点，哦，那么台积电这一波的大涨，在修正波以后，将来还会有机会，但是因为现在从整个报告来讲，台积电的这个半导体研究报告不利嘛，所以今天你看哦，今天半导体的报告不利，影响到什么 ？IC 设计3443，哇，这挂掉了，敢创意哦，你今天去抢多的就全部挂掉，8661，有没有？8661，3661。挂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做 IC 设计啊，你东投是2450，这一支在上个礼拜啊，被外资调涨平等，所以才掉下来嘛。那在这边打混嘛，可见得非常弱势，也就是告诉你 IC 设计这边不能碰 ，IC 设计风险比较大，原因在这里。那我们我说台指期金在天一胜嘛，累积四胜嘛，360点。你看我们在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礼拜五我们也是做多啊，哦，我规划的都照规划做，14150做多嘛，上季就把它分作两次出掉，65跟35，50点到80点出掉嘛，好，分作两梯次出空手，然后空手又再进去14185再进去，哦，然后出去再把它卖掉，赚30点以上再把它卖掉，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前几天流仓的，礼拜二、礼拜三流仓的，礼拜三14155嘛，一是隔天大涨啊，大涨在14374附近把它出掉，赚200多点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也就从上个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到今天，哦，礼拜三晚就是收盘的时候，我们买14155嘛，隔天大涨出掉下来，再做多上去两次。今天再做多一次，今天很难做。今天期货，你说好不好做？就不好做嘞。今天你守得住吗？你看今天你要买的话，在11点之前，9点、10点、11点嘛，11点之前多在这边，只震荡空间只有35点。可是我为什么不做空？你要知道，逆价差87点，逆价差87点，就是因为有外资休假的关系，他看坏嘛，所以有逆价差那么大嘛。那今天我们回头来看，这个小道琼是涨144点，所以没有理由逆价差那么大，所以现在修正逆价差，现在正这个所谓的现货是14285嘛，期货是14240嘛，那就是。逆价差45点，那逆价差45点表示什么？有收敛的嘛，本来80几点嘛，收敛35点，所以今天你是赚收敛的钱嘛，哦，收敛的钱，这个是很清楚嘛，哦，就是这样做，哦，啊，事实上难不难？不难，真的是不难，方法对了。你看我们做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们为什么会赢？你赢一定要有方法。不是说在那边乱做，你乱做哦，随心所欲一定输。第一个，我们有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，你看他这边做多嘛，哦，等一下我再拿神乎其技的绩效给大家看，做多嘛上去嘛，心无多空念，身随事事转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天天都在吃后悔药，阿伯在我给他做多以后啊，14200做多，起码赚50点嘛，这样。千金是可以买早知道的，当聪明之后为要啊！我每天一大早就拿给你传真那个盘前稿了，14200做多啊，啊14250出场啊，所以你买你要跟一个真正有实战经验的，我这些东西都是有根据的，根据我们的 CDP， 根据的亚当理论，根据所谓昨礼拜五晚上的震荡。去抓出来的，用 AI 大数据抓出来的，今天震荡范围就是14200，最高我们设定在14250就出场，
因为今天这个美国休市嘛，外资还在睡觉，在度假嘛，所以你要做这个期货，能轻而贵跳有多？当冲就是快很准，闪电出手。可是我们是计划性的出手，天天当冲的股市提款机，当冲探开销，探收尾，波段探给黑，哦，就是这样做。哦，这个内行人看门道啊，外行人看热闹。哦，说真的，你真的想做的人就来找我。哦，我黄世明说的跟做的是一样的，不会说做一套，做一套，说一套做一套，不会。我这边的call信都可以被查。哦，那么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哦，股票期货买一送一的。那因为有这个期货的部分，我就送给你 AI 金头脑。刚才我给你看的 AI 金头脑，当然过去的绩效啊，不代表未来。哦，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。哦，我简单的拿我们 AI 金头脑的统计表给你看，来，这就是我们 AI 神乎其技十一月份的操作表，几乎是全胜，几乎是全胜，2702点，这个都有被查的。那么十二月份的绩效1783，当然这个是不算夸，这以日期为主，不是以月份为主，因为月份的话，就是因为有平仓的问题嘛，结算的问题。我们现在统计是十二月份的，一月份的，我统计给你看嘛。哦，这个当然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了。哦，说真的，那么你真的想赚钱的投资朋友啊，哎，这个我跟你讲哈。我们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回馈啊，投资朋友的爱护跟支持。好，我们期货的部分今年才开始嘛，那么我们显现出来的我们的操盘是比同业来的强，哦，比一般老师啊，一般老师都输了，没给他骗了，对不？能够像我这样子，我有注错呢，我不会骗你啊，我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啊，将来我。从编好了以后，我们要上课，所以你看，你来参加我会员又可以上课，又有 AI 镜头脑可以看，又有传讯给你看，一举三得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我们哦有一个哦年终哦感恩大回馈，迎春纳午兔年行大运，哦啊，这个内容绝对让你很惊讶，先让你赚，先让你赚再说。办好手续先让你赚，哦，那详细的打个电话进来找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，他会帮你解说。我们的服务员呢是全我们中华民国最好的服务团队，你有任何问题打电话进来，我们一定会答复你，或者是你有参加我们 Line at， 哦，我们 Line at 参加，或者是 Telegram 都可以。我们你有任何问题，我们一定答复你。你只要需要我答复你都没问题。我下午比较有时间，一定会口回口给你。有任何问题，我们愿意对大家服务啊。我跟你讲，人生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带领别人赚钱，这是最大的宏愿了，这才是快乐啊。我们为股民服务啊，让创造财富，这才是我们的快乐啊，而不是在那边。我跟你讲啊。个人的理想不同，有些人他根本在赚你会费而已啊。黄世明不搞这一套，要对的摸着良心，这个投顾事业是一个良心的事业啊。我现在做股票也一样啊，我不会买一大堆股票啊。你们老师是买一大堆股票啊，一个人都二三十张，你怎么会赚钱？对不对？我买就几档，三长两短，顶多五档，对不对？两档短跑短线，三档做长线啊。操作轻松愉快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我跟你变估值了。好，有的人说他买三只股票要赚一倍了，啊，你搞不好第一只就当了，你怎么买？第二只怎么买？第三只怎么买？再来，你一只要赚三，你要全部压一只吗？你有可能吗？哦，你自己都给拼了，惨拼，弄拼一支股票，啊，你就好压。哦，这个是不符合所谓这个投资的这个理想的。投资有原则啊，叫做分散风险。一般七只股票就可以分散风险了，啊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，你只要做当冲，当冲真的
也很好做，每天都是，尤其最近啊，生技股当中忽然之间拿到涨停板，很好做。但是你要知道它所代表的风险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说，那个成本很高啊，你假如一天要差不多5%/5%的这个手续费，那你假如说哦，你今天做10,000,000，你做5万块的当中的手续费就50,000了，你一个月就是100,000了，一年就是1,200,000去了，啊，你资金多少？你假如要做当中，到最后我跟你讲，毕业的比较多了啊，但是期货不一样。期货是有技巧、有技术的，我们把它当作一只股票来做期货一样，股票期货也是一样啊，对，股票期货更好玩。那你期货的部分，你就来找我嘛，洪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嘛，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我们怎么操作嘛，你就跟着我们赚钱的脚步一起来嘛。我急打个这回谈了，哦，这是我给大家的希望，哦，希望说。兔年行大运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-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-2394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行情啊，应该有。哦，不会没有。等到圣诞节过后啊，其实我10月25号就开始跟你讲了，年底做账跟跌升文档，有没有？涨了2500点，我很早就在讲了。那你上一波没有赚到没关系，还有一波，就是圣诞节之后。那我们长线操作的股票啊，你看像中兴电55块做到现在，我也没有退啊，1513，当然有一点拔档再进来嘛，还是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阳明2609，我们62块钱买的阳明，高档有出一半，下来要接再接嘛，这个操作轻轻松松嘛，哦，股票就是三长两短嘛，这种股票就是我们敢买啊，哦，我不会买三只都买啦，哦，钢铁股那是短线的而已啦，对不对？那好的股票当然有，我们这可以利用这一波下来，哦，这样前几天下来的金基8358。我下去买啊，就把它抱着啊，这个是好股票嘛，获利够，我们就不担心。好，你到最后到明年一样要获利够。那嘉登3680，那今天又回来了，回来又是一个可以找买点的地方了，又开始可以找买点的地方。那我今天有买一档股票，就是带着总统委买一档股票，叫做旺系，当中也可以啊，6223，这档股票，我今天在这个第一档买的。今天一大早就买了，低档在低档买的，9:13就买了，在低档买的，我不是去追高的，因为它获利能力够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它前三季已经赚了10块钱，10.34，净值70块，对不对？股本小，符合我的要的要求，毛利率45点多，哇，这个都太好了，本利比就8倍8。第三季就赚10块多了啊！现在才多少？对不对？才114块，本利比8.8倍，这表示什么？他所做的就是烘测里面的机器上游了，哦，设备，它是属于设备上，所以我是根据基本面去买的，而不是乱买的。哦，基本面好，我来买；基本面不好，拍谁？我带你买的。一定是所谓的稳定获利、价值被低估的股票。这个价值被低估的股票，将来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，就是这样子显现出来。
好，那最近比较热的就是生技股，生技股大概是做短的啦。你有时候你今天涨，明天就下来了。很多股票在礼拜五的时候是强势，今天啪就下来了。像美食，它走礼拜五，礼拜五是弱势嘛，那今天就强势了，1795，对不对？今天强势，然后1760，礼拜五强势，今天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拉高你不出，你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那几乎拉到涨停板，这个都是短线，短线也不错啦，也可以买，像可以也是短线啦，4743。这都是短线的标的而已啊，它不是真正的未来，因为生技股，其实生技股是差大过啊，难讲实在话啦。当然我讲这，有人讲啊，你还在做生技股，我一般做美食，连续三拉升1795，我在做美食，有三期涨停板，我伫家买有三期涨停板，恁大嘛讲啊，这起码如出如出的呢。结果拿到我卖掉了，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我都是选有基本面的股票我才做了。你去买高端，赔多少？合一以前多少？400多块。合一以前400多块，很早以前了，对，一路的大跌下来。所以买这些股票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停损的观念。如果你买投机股，我说生技股是投机股了。你买投机股，你就要有心理打算，不行就撤退嘛。像你们以前买立志1000块啊，对不对？立志1000块啊，你们以前买立志啊，1000块啊，那现在多少？爱普啊，这些都是哦，这拢在情下面啦。你不会爱普，你看吗？这个有减资的，你看你爱普，你看看，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啊，900多块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股票吓不吓人？当然吓人啊，对不对？你乱买股票的话，当然吓人啊。你买股票，你们要知道啊，股票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看买励志，你看你买励志的话，那时候1000多块，嚯，多少人跟你介绍？1015块，上市的时候，哇啦啦啦啦，啪，又回来了。怎么上去怎么回来？没有，为什么原因？没有基本面嘛，没有基本面的股票不要乱买。还有我们有 AI 金头脑，你看决策系统，这地表最强的，这个系统真的是好用。好，那么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办法，岁末年终感恩大回馈，迎春纳福，兔年行大运。广告中的电话，把电话打通，这个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哦，在这边，我用口头讲，一定先让你赚再说了。哦，你的会费你不用担心。啊，过年又休一下，我拢会给你收啊，一切都为你量身定做，为你着想，都是要你赚钱。最主要的，让你赚钱较要紧，无赚钱拢假啦，点要算算账的呀。不好啊！尤其你算期货，你根本都你变哪算赢？我是行家哎，我们是十拿九稳八胜算的。然后我再送你 AI 金头脑这个软体，又有哇一举三得了。你别记多切，黄世明是大家的好朋友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你想赚钱的就来找我就对了，不管期货也好，股票也罢，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